然后我不会穿。喂。为什么？前面那个女生。为什么？好，我们要放电脑。妈的，我电脑。男孩吗？抱怨。靠！你那个风掉下来，我跟你说一下。你那个什么掉下来了呢？我说你的壳子。要承认哦。干嘛？光啊！是我的错吗？灯掉了，不要拍呀！太扯了，拿起来，不要拍了。啊，你不是说你很帅，多拍一下是怎样？把拿起来，不要看了啦！不要乱拍啊！哦不，多留一点证据，以后用得到。你在这拍的啦！围殴啦！怕？怕啦！我跟。不能拍啊！啊！我要打架！哈哈哈哈哈！不能拍啊！不能拍啊！刀什么？我要进争取！对呀！啊！那么准！反正我没有电脑。哎，怎么又一进了？啊！冲上啦！拍我要付钱，你知道吗？等你出名了再说。你问一下，这边谁不认识我？那这个掉下来哟，好慢，再一次，不要再录了，没有掉按键，好，哎，别偷窥哦，有狗仔，看清楚，很准呢，丢哪里呀？球啦，让我掉。Bye.